各位朋友，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2新西兰权益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和中华传统文化已有20年，卢台长以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精神，无偿救度众生，通过学佛修心，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的绝症患者、失业人群、家庭不幸人士，通过卢台长的慈悲救助，疾病神奇痊愈，人生重获希望。家庭幸福，事业顺利，身体健康，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因此，卢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弘扬中华文化，学习佛教精髓，研究佛堂世界，培养儒学精神。卢台长创立了心灵法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近年来，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北美、亚洲、欧洲、澳洲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万人跟随台长学佛修心。卢台长的网站更在短短的3年内，点击率超过1800万，信众遍及世界各地，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受益人群不计其数。作为佛法的大继承者，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帮助全世界500万人得到心灵的解脱，改变命运，离苦得乐。鉴于卢台长为世界和平及人类文明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在2012年7月，由英国伦敦主办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卢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奖这一殊荣及年度世界和平大使这一称号。在10月，又获得了在英国国会上议院颁发的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在2012年9月，卢军宏台长应邀前往哈佛大学做大型的演讲，将中华文化与佛教精髓弘扬至世界最高的学术殿堂。这些成绩和殊荣，不仅是世界宗教界、学术界、主流社会对卢军宏台长数十年如一日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最高肯定，也是我们心灵法门学佛人的无上骄傲。今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卢军宏台长功成名就，来到新西兰与众生广结善缘，相信今日的有缘相聚，定能为您开启人生最新的篇章。我们的法会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随后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再有一位同修上台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和感悟，随后卢台长将会当场看图腾解答问题。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佛法智慧普利众生。卢军宏台长将佛法至上圆融的智慧与人生的真谛相融合，通过白话佛法令人启迪智慧，开悟人生。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开示。请台长接受同修敬献的鲜花。
首先呢，感谢我们那个新西兰的佛友和当地的侨领和为此次法会做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龙天护法，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们有缘分来到我们的美丽的邻国新西兰这块土地弘扬佛法，谢谢大家。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天灾人祸不断，人如果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都非常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不想吵架，我们为什么要吵架？有时候我们很难过，但是我们又不能让自己不难过，天天说放下，但是又放不下。其实这些都跟人的心灵有关系。实际上一个人要学会控制好自己，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呢，你就是能够控制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心灵，因为心灵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社会上不是说身体健康，是说身心健康。身体健康了，你的灵魂才能健康，你的灵魂健康了，你的身体才能健康。所以身心健康是我们未来的取向，希望大家能够在精神上健康法喜，那么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那么新西兰就是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台长看一下新闻啊，我们搞媒体的，每年呢大概有14000次大小的地震啊，因为它这是世界两大板块的构造上面。另外呢，我们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呢这个以巴战争呢又让几百个人丧命啊，而且呢，单单我们说很多来自于上海的我们随便简单的讲，这个世界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工商组织曾经统计过，这个世界每天的大概一秒钟是死一个1.8人，那么一天下来就是死大概要15万到16万人。想一想，单单上海每年死于肠癌的人有35000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在收人？所以呢，现在呢，让人类要有信仰，让上帝和菩萨能够来帮助我们，是我们每天所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自己要想到能够救自己，你才能让人家来救你。如果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不想救自己，那别人是救不了你的。所以呢，有一对夫妻，这是我上个星期刚刚在澳洲一个佛友传给我们的，叫卢台长救救他们。刚刚结婚了2个月离婚了，台长一看就是前世的恶缘爆发还有同样我们学佛的人结婚4年没有怀孕，什么医生都看过，什么药都吃过，在家念了2个月马上就怀孕了。还有一个最近上个月昏迷1年半的植物人，全家帮他念经，他神奇般的醒了。这就是学心灵法门的好处。我们再想一想，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年纪大的，为什么老妈妈活得长，老伯伯年纪大的活得少？所以老妈妈多，老伯伯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想一想，学佛修心的人是老妈妈多还是老伯伯多啊？老妈妈是活得长。所以很多人呢，每天呢都想有贵人要帮助。其实贵人是谁呢？贵人就是你们帮助的人家，人家再反过来帮助你们，他就是你的贵人。
但是很多人都不想先去帮助人家，要想人家先对他好，他才想去对人家好，这个人他得不到贵人的帮助。所以真正的贵人是以给人家施舍、给人家帮助的人，他才能获得人家的帮助和法布施。这样的话你就能经常碰到贵人。所以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贵人帮助，我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如果经常去帮助人家的人，他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贵人帮助他。天天说报应啊，又怕报应，我们又不知道什么叫报应，你们知道吗？台长喜欢用白话佛法跟大家讲的简单一点，什么叫报应？简单的报应就是你骂他，接下来他就骂你。严重点的报应是什么？你今天在背后捉弄他，你损他、阴他，但是啊，他知道了之后，他会告你，他会弄你，让你进监狱，这个就是大报应。还有一种叫气场报应，想一想，如果这个人大家都在骂他，这个人身体一定会不好，这个人大家都在说他好，这个人一定会身体好，什么都好。所以这就叫气场报应，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台长说，当一个人拿起佛书看的时候，当一个人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福分和他的因缘就开始种下。所以当一个人对人家好的时候，你就种下福田，当一个人你想看佛书的时候，你又种下了佛的种子。那么中国禅文化讲，生即是苦，一个人生出来他注定的就会吃苦，所以这就叫生即是苦。想一想，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吃了多少苦，人就是这么孤孤单单的来，最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实际上就是吃苦，还债还业债。所以要想明白，要想清楚，不要为某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去争啊、去斗啊，这样会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前途、让你的命运都会创造出更多的阴影。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人生实际上就是生离死别，苦空无常，是不是这样？想一想，喜欢的人一定要离开，爱的人又不能在一起，不喜欢的人天天要看见，这就是人生。想一想，对不对？我们孩子生出来了，已经成为我们的讨债鬼，所以要想一想，生命是以生老病死而告终的。生出来很痛苦，老了很痛苦，啊，病了更痛苦，死的时候吓都吓死。很多的父母亲刚刚一生病，现在大家想一想，现在人的忧郁症为什么这么厉害？刚刚发现身上长一个小疙瘩，实际上如果在几十年之前，谁都不会想到这是癌症，对不对？现在的人害怕癌症，所以只要长一个小东西，马上就会想到，哦，我会不会一生到是生癌症？很多孩子还要吓他，你妈妈就是专门嘴巴里不讲好话，所以很容易长癌症。啊，妈妈一听，哎呀，药费又要很贵，又要受很多的痛苦，吓得呢，本来不严重的，变成癌症晚期了。很多都是吓出病的。你们想一想，我们做人懂得一些佛理，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为轮回交替那是没有永远。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就是今天的我们吗？我们的爸爸妈妈为了我们天天在付出，天天在救人，过去在打工挣钱，天天在吃很多苦，把我们养大成人，他们就离开了我们。
想一想，我们现在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是一样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了一句话，为了某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争个不休，我们可以吵个不停，想一想值得不值得。所以学佛就是要开悟，就是要明理，我们要以苦为乐。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人不吃苦，他永远不知道珍惜。所以我们把孩子养大的时候，很希望让孩子多吃一些苦，因为孩子多吃一些苦，他就会幸福啊。啊，美国有一个啊外交部长啊财政部长，过去的叫保尔森。这个财政部长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去洗澡，他一到淋浴的地方，刚刚一分钟，他爸爸妈妈就会破门而入，你赶快把水龙头关起来，你不要浪费水，因为你知道吗，你擦肥皂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水龙头关起来，这是很不节约的一个方法。所以小孩子到现在，他的孩子也是很节约，只要一擦肥皂就把水龙头关起来。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节约的人容易满足，简单的人很容易幸福。活在这个人间，我们要越简单越好，把人家想得很坏的人，这个人心里不会有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吃苦就是还债啊，实修是一种心境，我们要实实在在的修。听到修，很多不学佛的人知道修很难，实际上修心，台长告诉你们很容易，修心就是改掉你的脾气，坏脾气坏性格。想一想什么叫修心，就是修掉你心中不好的东西。什么叫修行，就是修掉你平时生活当中不好的行为，这就是修心和修行。所以清心要寡欲，寡欲就是少一点欲望。当一个人欲望越多，他越不能满足，因为欲望越多的人，他永远他就不能满足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欲望，所以我们要乐天知命。我们知道了学佛，我们知道了要改变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们就会无所求了。想一想，我们过去非常的艰苦，我们现在拥有了很多，我们为什么还不满足呢？要懂得，要快乐。所以佛法里边讲叫法喜。法喜是什么？就是懂得欢喜心的人，笑得出来的人，这个人才能获得长乐。所以中国人的寓言非常有道理，叫知足常乐。在这个天地宇宙间的当中，有一个道理是，人在吃苦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消业障，它就是在转换你的业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当你牙痛的时候，你很难过，但是痛完了之后，你就会珍惜自己的嘴巴，不要乱吃东西，珍惜自己的牙齿。当你身体在不好的时候，在医院里的时候，你会发狠心，我再也不要生病，我一定要当心身体。这就是在转换你的心性，因为吃苦可以把你不好的业力慢慢的消掉。举个简单例子，你做错一件事情了，当人家在责骂你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消业障了。人家今天骂完你了，他就不会生气，你就消掉这个业。他今天不骂你，他一直记在心上，你就会吃他的因苦，就是背后会他会捅你一刀。所以情愿让人家讲出来。所以吃苦越多，消灾消行消得越多。
苦尽甘来，业障少了，福分就多了，福分就自然就会来了。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什么是业障。什么是业障？很简单，业障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报应的结果。你今天去作孽了，就是你去恨人家了，你去害人家了，你接下来就等着人家害你吧，这就是业障。很多人在弄人家的时候，他没有想过哪一天人家会弄我，所以他心中觉得，哎呀，我舒服啊，我报仇了。要记住，报仇这是永远报不完的，因为你对他不好，接下来他一定会对你不好，这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想想看，两伊战争打了几十年了，他们的孩子到现在还在为他们祖辈在打仗，哪一天能结束？台长很小的时候就看到阿拉法特那地方就在打仗，打到今天台长都要这么大年纪还在打。想一想啊，这个冤冤仇报啊，它是不会了的，只有化解。学佛就是你化解来解冤结，你才能了脱生死。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我们人的一生啊，最重的行囊你们知道是什么？最重的行囊就是我们永远背在身上的，那就是贪心了。一个人不停的贪，我到哪里都要讲一个我们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你们不知道接到过这种电话没有？一个电话通知你说你中六合彩了，你中了100万、200万，然后叫你打点税，交点他们的 agent 费，有没有这种电话？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就是真的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他开心的不得了，因为电话里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人家，你中了大奖了。你只要寄6000块澳币到我们香港来，我们马上就把你的100万汇到你的账户上去。他开心的不得了，他跑到电台里来预约，他说卢台长，你看看我最近有没有财运。结果我给他一看图腾，我说你是倒霉，你肯定破财，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你想想看，6000块钱一个电话就被人家骗走，这个毛病出在哪里？大家知道吗？贪呐、啊，对不对啊？一个人不贪，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人一贪，什么事情都有。所以要懂得不能贪心啊！当年佛陀问弟子说：“世间何为最珍贵啊？”释迦牟尼佛问啊：“弟子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弟子你们知道吗？什么东西最珍贵啊？弟子就说了，已经失去的还和未有得到的，那是最珍贵的。佛陀无语，没有讲话。然后经过数载之后，他们沧桑巨变，孩子他们的弟子都非常非常成熟了。佛陀再问他们啊，世间何为最珍贵啊？弟子说了，世界上最珍贵的莫过于现在拥有。我们现在拥有的那是最珍贵的东西，我们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未来的我们还没有得到，所以现在拥有的是最珍贵的。所以希望我们拥有现在，忘记过去，展望未来，你的心才会像大海般的宽广无边。所以也许我们一生一无所有，实际上我们本来来到这个人间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台长把很多人拼命的在赚钱，拼命的在敛财，我把他们视为他们在保留他们的遗产。
因为他们钱赚的再多，他们用不完，他们纯粹就是留有遗产，家一想用不完的。你拼命的拿自己的生命去赚来的钱，不就是被你慢慢的用生命在消耗掉？所以不要给自己去留遗产，也不要给孩子留遗产，因为不留遗产，孩子知道怎么样来奋斗，为自己来工作学习，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你留有太多的财产，等你一死，首先你给孩子带来的就是麻烦，因为他们马上兄弟姐妹反目为仇，马上就会打官司，对不对？所以要懂得要留德。台长经常跟大家在电话里打电话的时候，很多人叫我看他的爸爸妈妈，有些人打进电话，台长你看看我妈妈怎么样，我说你妈妈非常好，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很好的人，她现在在天上，她开心的问，是啊卢台长，我妈妈真的很好，她就知道帮助人家。有的人叫我看，你看看我的爸爸怎么样，我说你爸爸很自私，活的时候就为自己，现在在地府里面。他说对呀卢台长，我爸爸真的太自私，脾气又不好，你想想看，死了还要给孩子讲。我们为什么不要留德？我们留钱有什么用？用了你还要骂你。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我们活在当下是最重要，我们今天好了，今天把握住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所以要懂得一个道理，我们最重要的是今天要清心，要真心。真心是什么？真心就是在你的家里后面有一座山，你经常去真心对家里的人，对社会上的人，你就是真心去爬这座山，所以他们就是你的靠山。清心是什么？把自己的心弄得安静一点，干净一点，它就是你家的后花园。你经常到后花园去玩了，你就拥有了你家里的后花园，你会拥有了众生对你的帮助。所以世界上学佛的人和不学佛的人就是不一样，学佛的人或者想学佛的人，因为他心中已经开始有光明了，因为不学佛的人他还在寻找光明。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支蜡烛只能点亮你自己，但是很快会烧完，当你把这支蜡烛点燃了，所有的人，就算你这支蜡烛烧完了，其他的蜡烛照样照亮了你的前程。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佛修心。台长经常在广播当中的回答很多人的问题啊，有一个女士接通了台长的电话，台长一上来就指出说你生活非常的艰苦，这个听众马上就哭了。台长就马上接下来指出你的感情很不好，你经常被人家欺负，而且我还描述出他的样子，我说你背驼了，你的头发也白了，你吃了很多苦，而且你把苦还往肚子里咽。说到这里，这个听众大哭起来，自己真的很苦。台长还指出他的关节很不好，大家想不想听听这个录音啊？我给大家听听录音啊。你好，大地台长，你好，我是游仙寺修净土的台长，我63年是属兔的。啊，你这个人的一生啊，非常的艰苦啊，非常艰苦，听得懂吗？听懂啊。而且你的感情运很差，你一天到晚要被人家欺负的，你听得懂吗？听懂啊。你自己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好好的修啊，我台长现在都看到你的这个样子了。真的可怜的，背都驼了，头发都白了，嗯，年纪又不大，你看看你吃了多少苦啊！我告诉你，而且你这个人不愿意把苦告诉人家的，都往自己肚子里咽。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看见了吗？台长什么都看得见的，还有你的大腿很糟糕啊，你的大腿啊关节很差，听得懂吗？对对。对对对。哦，一定好好修。好好修啊。
鼓掌。台长经常就是在广播里回答很多人的问题啊，经常就是这么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实际上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心，每个人都要懂得有一个定律。大家知道牛顿有牛顿定律，你们知道佛法有什么定律吗？佛法早就有定律，佛法的定律就叫因果定律啊。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吃的苦就是我们过去造的因啊，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很多人宠孩子，把孩子宠坏了，等到孩子长大了反而对自己父母亲不好，不是你种的因吗？想一想有多少人胃不好，晚年肺气肿肺积水，不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的烟吗？抽烟吗？那对不对啊？很多人知道自己的肝不好，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喝了太多酒把肝弄坏了吗？所以这个不就是造因得果吗？所以人要懂得因果定律啊！我们这些孩子到了人间不就是来讨债的吗？想一想我们多少父母亲自己在国内还没讨清楚，还要跑到澳洲跑到新西兰来还债，国内退休了，这女儿又生孩子了，孙子要抱又跑过来，想一想不就是没还清债？懂得道理啊。现在在社会当中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是也有很多老妈妈说，哎呀还不完的债啊，人真的还不清债啊，你知道一辈子都还不清啊。而且人还有一个毛病，喜欢讲是是非非啊。你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讲是是非非，实际上你已经被是是非非所缠绕了，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曾经在新加坡开法会的时候跟他们讲过，你们知道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时候，香港有多少人股票下跌，全部变成神经病，医院香港精神病医院都客满了。你们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帮他们治疗吗？问清楚，知道他们，你们买什么股买什么股，假装制造了一个模拟的股票上升的板，天天让他们看他们所喜欢的股票每天往上面升，他们就在那里笑，哎呀升了，哎呀升了，来治疗他们的精神病。想一想人多可怜啊，人不就是靠着精神吗？人一没有精神，我们的人精神寄托在某一个点上，当他这个点崩溃了，这个人就崩溃了，对不对？想一想很多人到单位里，一个女孩子天天跟老板眉来眼去的，老板喜欢她了，天天看见她喜欢了，接下来她把这只情网每天织一点织一点，直到最后痛不堪言，对不对啊？这张情网是谁织的？不就是你自己织的吗？天天为了财，我要发财，去拼命的去为财，天天买股票，天天去买骆驼，天天织了一张财网，最后被这张财网把自己又锁住了，把自己捆住了绑住了。想一想我们傻到什么程度，人傻不傻啊？天天就在这么很傻的境界当中不开智慧，因为智慧那是无穷的。所以很多人是拥有了聪明，聪明不代表有智慧，因为聪明只不过是计量你利弊得失，而智慧那是你舍，勇于舍得的人他才能得，所以叫舍得。我们天天在做梦，我们天天在梦境当中活着，我们很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有一天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去向，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大家想一想，当一个人走了之后没有肉身了，他会回到家里看家里的人，他会跟家里人讲话，但是家里人看不见他。那个时候他跟家里人讲再多的话，但是家里人不能回答他，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们在梦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希望你们要修心，就是把这种梦境修得好一点，不要让自己永远沉迷在梦境当中。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人生就像坐火车一样，从生出来的起点站到结束就这么一段时间，我们在火车上的几天时间天天吃啊玩啊，很快的就成为过去。所以不要执着，生命很短暂，人生很苦，所以我们要观身不净。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身体，我们的灵魂很干净，我们一定要学会干净，我们要观心无常，我们要知道我们心天天在变化，都是在无常啊。什么叫无常啊？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不就叫无常吗？今天你做了这个事情，明天又不想做了，就是无常。我们什么东西能够保持长久的呢？没有一样东西。我们今天买房子了，后天又卖掉了，我们的爸爸妈妈把我们长养大了，过几天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的孩子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说，妈妈你永远要陪着我的，我们不能没有母亲的，妈妈你一定要照顾我一辈子。妈妈说，好孩子，我一定照顾你一辈子。妈妈离我们而去，这个都是无常。人生想一想，我们对得起母亲吗？我们对得起父亲？要想一想，你们的孩子为什么以后会对不起你们，就是因为你们的报应，你们没有让自己的父母亲安于得乐，所以你们也会受到报应。在我们澳大利亚跟新西兰一样，很多的养老院，对不对啊？老人年纪一大就把他们往养老院一送啊，母亲节父亲节写一张贺卡，老人家欢喜半天。想一想，一生把孩子养大多不容易，所以大家要懂得人生无常，我们要真正的学会要用心来爱。学佛人就应该把我们小辈都看成自己的孩子，把长辈都要看成你们自己的父母亲，你这样才会有慈爱，才会有大爱，那才是真正的爱。台长跟大家讲，我们一生的心天天都在转变，实际上我们环境变了，我们心也会变。很多人没有钱的时候一个脸，有钱了之后一个脸，实际上它就是在转变。实际上我们不要转变，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真心可以让一切的磨难可以化解，所以要懂得我们境转而心不转，我们要用真心来克服挫折，克服失败。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设下的陷阱自己一头栽进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而我们一厢情愿的还去苦尝悲伤的滋味，很多的女儿，很多的儿子，爸爸妈妈说，你不要去啊，这个地方不能去的，这个人你不能嫁给他，你会吃苦的。妈妈我就要嫁给他，你越讲我就嫁给他，你再讲我现在就打包走。想一想，他不是在自己知我吗？要懂得心里经常要愧疚，要觉得对不起人家，你才会有慈悲心嘛。我经常说夫妻两个不容易啊，所以要相互爱护，相互帮助。你要可怜女人啊，嫁给你啊一无所有，你给她了什么了？帮你生孩子，帮你做饭，帮你养家，还要帮你担责任。从年轻的一个姑娘漂漂亮亮嫁给你，现在变得徐老伴娘，她拥有了什么？你还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想一想是男人，对不对？反过来，很多的男人也，很多的女人也要理解男人。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的压力很大，他们回到家，他们要生气，有时候单位里不开心，又讲不出话，怎么办呢？他就不讲话，难过。所以经常难过不发出来的人，寿也会短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理由。
年纪大的老伯伯为什么这么少，老妈妈那么多？因为老妈妈喜欢讲，呱呱呱呱呱，讲完了骂完了，她生气气完了，她发泄完了，而男人压在心中，他不容易发泄，他最后就死了。所以我希望今天所有来的男士也稍微放开一点，以后永远不要记在心中，该讲的就要讲出来，最好不要讲也不要气，那是最好的。好，那么台长呢告诉大家啊，我们学佛就是要看淡名利，名利这个东西啊对人伤害太大，因为名啊，哎呦我有这个名啊，一旦下去了不得了啊。昨天我在开小法会的时候跟大家讲，哇，当年秦始皇不得了啊，秦国第一个开始的皇帝不得了，六吞并六国，那个时候谁讲起秦始皇都不讲，谁知道他，不学历史的秦始皇谁知道又怎么样了，对不对啊？昨天我还讲笑话呢，现在当年这个就那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厉害吧，少帅，哎呀个个都看见他很厉害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他，名啊叱咤风云啊，张学良。现在的小孩子考试问他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他们填张学友。你想想看，没了就没了，过去的就过去了，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过去的就是没了，没了我们就要放下，放下自己的人就是开悟，开悟的人就是放得下。所以要想改变自己，我们就要放下。台上告诉大家，有一个人跑得去找一个大和尚说，大法师啊，我放不下家里啊，我放不下什么，我放不下。这个法师就跟他讲了啊，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就是因为你放不下，对不对？你才会受苦。法师，我知道，我就是放不下。然后呢，法师让他拿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呢，法师就给他倒热水，一直倒烫的时候他还拿着，等到水热水全部溢出来了，烫到他的手了，这个人马上把手一放，杯子下去砸掉。法师就告诉他，你知道吗，你想放下你不痛是放不下的，你想放下就得痛，所以放下的人会痛一点，但是当你放下了之后你就不痛了。所以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要向自己作战，因为真正的敌人，真正的磨难是由你自己找的。我这次在奥克兰的机场上，我就跟人家说啊，一个来欢迎我的，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们想想看呢，啊，自己要战胜自己，你如果连自己都战胜不了自己，你生气啊，烦恼啊，你知道烦恼是自己找出来的，对不对啊？生气也是自己生的，你不生哪来的气啊？他在机场上听了我讲这句话还挺不容易，眼睛冲我看，我只能给他再讲得简单一点，我说孩子是生出来的，不生哪来的孩子，你气是生出来的，你不生哪来的气啊？你们想想看，烦恼不是自己找的吗？举个简单例子，你自己家里本来过得挺好的，你在中国没有来探亲的时候跑到女儿家里，女儿家有三房一厅的 apartment unit， 已经觉得很开心了吧？哎呀，我女儿家里可真大，过两天开一个 party 到人家的 house 家去玩，哇，人家家里这么大，回到家难过了，我要帮助女儿一起，我年纪虽然大，我要帮她一起打工，我要送牛奶送报纸赚点钱，我要帮女儿死了之前我要帮她买个 house。你看烦恼不就来了吗？知足常乐呀，真的想想开呀，过去我们踩自行车，现在到这儿有汽车开，你管它什么牌子啊，能走不就好吗？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简单的人容易幸福啊。所以呢，我们命运加给人的不幸还能抵挡，比方说命运当中给人的不幸我们还能抵挡。你们知道最不能抵挡命运的是什么？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因为自己很容易给自己加来不幸，因为你找来的麻烦你挡也挡不掉。所以欲无挽救之路，就是你欲望强的人，你没有挽救自己的道路，因为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你想想看，我们东方电台，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老妈妈老婆婆来了，卢台长，我这一辈子啊什么都有，就是钱少一点。我说你什么都有了你就应该满足了，你为什么还嫌钱少啊？他跟我说，卢台长，我要念经，我要想家里有点财运。我说这个很难，因为人的命只有官运可以求得来，但是财运是求不来，财运是上辈子的布施这辈子才会有的。他说，卢台长，你不是说准提神咒很好吗？心想事成吗？他就去买骆驼了。买骆驼之后眼睛闭起来挂了，嘴巴里在念准提神咒。想一想人多可怜，为了一点名啊利啊，为了一点自身的利益啊，他就把自己交出去了。要懂得我们人实际上有很多脾气坏，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啊脾气坏是天生的。我告诉你们，脾气坏不是天生的，是后生的，听得懂吗？脾气是培养了坏的，明白了吗？虽然有一些前世的阴影，但是经过今世的培养，它可以把脾气变好。大家要知道，生气脾气不好是先有气才想发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气你就不会发。你首先先不要生气，夫妻两个吵架也是这样。今天现在的人气量多小啊，真的，现在的太太气量也小。老公今天他给老公做了一个菜，哎呀很努力，老公嘛也是小气，沙发上一躺看报纸。我今天做了个菜你觉得好吗？啊，好蛮好。咸不咸呢？不咸。好了，不开心了，我做了这么好，你这样第二天给你做得很烂，我嘴巴里看，哎，今天你这个菜怎么这个样啊？你看你这个人呢，啊，要挑三拣四，你自己来做。昨天们说咸，今天们说淡的，你自己来做吧。你看这就是生气，气生出来，你不要去感觉他说你不好，你无所谓，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了，对不对啊？有时候境界稍微低一点还没学佛的时候，你就说我喂养一下不就可以了。你们听不懂我的话，要懂得自我调侃，要懂得自我来消气。一个人要懂得自己消气，你才不会生气。所以心正的人佛做主，一个人心永远正，他是菩萨在你心中做主。如果一个人的心是邪的，他就是魔做主，魔做主。所以悟者是本性，开悟的人就懂得怎么样对人家好，才让人家怎么样对你的好。迷者永轮回，如果你是一个迷惑的人，你永远在六道里面轮回。明心方见性啊，你心里明白，你才会看到人的良心是如此的善良，对不对啊？见性，你见到了本性，你知道人原来是这么善良，这么好，大家都可以交朋友。今天你们来的都是佛友，气场这么好，都是善良的人，将来寻找更多的善良，你们就是菩提。所以悟者是菩提，你们永远能找到菩提，就是菩萨。台长跟大家曾经讲过，我呢这个经常呢给大家很多人念经，说他们大家叫他们念经，念了经之后呢，有听众呢就打电话来反馈了，说台长啊，前年年前呢你通过气场感应你告诉我说要注意喉和鼻子
啊，要他多喝温水，还说他痰特别多。台长说，当时的这位听众呢，听完了没有感觉的，啊，大半年过去了，他感觉出来了，得了鼻炎，每天鼻子很痛，流鼻涕。这位听众佩服的不得了，我给大家播一下，大家听一下。台长，您真是太神准了。今年重新的时候打过电话嘛，然后您和我的气场，你感觉就让我要注意我的喉咙啊。我当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过了几个月我就得鼻炎了。看见了吗？然后每天鼻子很不舒服，然后就您那个时候就让我早上喝温水，然后就说我痰特别多了。我当时确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心里就是有一个留意嘛。然后后来我现在就得鼻炎了，然后吃药也吃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好。每天早上鼻子特别痛，然后流很多鼻涕，看见吗？鼻子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台长帮你们指出来的病，我是先看出来的。我跟你讲，很多人上次有个人我给他看出耳朵，说他不好，他在电话里说没有啊。他我说你两个星期之后就会有了，到就到了两个星期啊，就这么耳朵上长了个东西啊，结果到医院了啊，还打电话回来告诉我，哎呀，陆台长你真准的，哎呀，真的人很可怜。嗯，台长，反正就是您说的话，就是或早或晚都可以得到义正的，我是真的服了你了。哎，你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在救你们，不是我，是观世音菩萨。嗯，感恩南无大慈悲救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录音好像卡的这个地方。人家第二句话还没讲完呢，感谢卢台长，他把它卡住。那个。待会儿呢，台长呢会当场给你们看图腾，当场指出你们身上的毛病。你们啊 ，B 超都不要做了，快得不得了，而且你们的各方面的事情我都能帮你们指点，当场给你们看。啊，最好的呢就是你们自己家里经过家里的亡人呐、啊，过世的亡人在哪里啊，台长都会帮你们看。啊，所以希望你们呢待会儿能够啊抽中。那么我跟你们讲。一个人要学会自然，什么东西自然来自然去啊，我们就能断烦恼。自然来自然去，一切自然。那么破无明的智慧就是般若，什么意思啊？你要把无明破掉。无明是什么？不明白。你们知道为什么会闯祸吗？我们在人间为什么会犯法吗？因为我们不知道法律，所以我们才会犯法。我们学佛人不知道佛律，对不对啊？法律就是我们说佛戒，我们不懂得戒律，我们就容易犯佛戒犯法。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的，很多人表面上没有做错事情，在法律是逃过了，但是他很快的生癌症，实际上他就因律惩罚他。所以大家要懂得不要侥幸啊！所以呢，因为你迷惑，就是你对这个自己生活的环境不了解，所以你才会迷惑，对不对啊？很多人不懂得一个人的人生，觉得啊，当一个人在追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美好的，你永远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是很美好。当你追求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并不像你想象当中这么的完美。所以在追求的时候，在迷恋的时候，你一定是愚痴的。所以要懂得不要去痴，因为痴和迷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佛法界讲叫贪嗔痴，一贪了就会恨，贪不到马上就会恨，恨了之后呢就会做出了傻事，那么就是愚痴。所以希望大家要破迷开悟，所以佛法叫你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就是要离开苦。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学佛。我告诉你们，很多人说求菩萨半天不灵，我告诉你们，菩萨一求就灵，就是因为不灵，就是你心还不够诚。如果菩萨不灵的话，观世音不会告诉我们说有求必应。我可以告诉你们，学佛求佛一定灵，如果你们真心去学，真心去求，一定会越来越灵。如果今天你们求的还不灵，那你们学什么佛，学什么法？我告诉你们，你们跟着台长好好的学佛法，我保证你们变样，保证你们越来越好。人呐、啊，真的很可怜呐、啊，真的。
有时候经常会跟大家讲一个人的抱怨，你们想想看，你们央茶的时候看看那些凤爪像不像小孩子的手咬啊，把骨头挑得这么干净，你们想想看，这个人怎么能做这种恶事，想想看，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有一个农夫啊，他呢放了一些稻田，经常呢有那些鸡啊鸭啊野鸡野鸭跑过来了，来吃他的稻谷，他恨得不得了，他假装弄了一个网啊在那里装好，然后看见这些野鸡野鸭来了之后啊，他就把这个网一收，收了之后他不把他们弄死，把每个人的腿都砸断一根，就叫那些鸡啊鸭啊就瘸着腿在走，他让他们痛，结果他开始晚年生病了，他的两个腿全部烂了，两个腿烂了之后还梦见那些鸭啊鸡啊不断的用嘴巴在招他的腿，啄他的腿，然后他的腿6年在床上不能爬起来，痛，而且嘴巴里叫出来的声音都像鸭子叫，像鸡叫一样，啊啊啊，就这么叫。你想想看，这种报应，人还能做坏事吗？想一想，啊，台长告诉你们的都是真实。我们做人一定要有慈悲心，一定要想到人家很苦。所以我不想对他不好，你就会慢慢消气，你想到他可怜的地方你就会消气啊。有一个老妈妈到我们电台来跟台长讲，说台长啊，我的老头子啊在的时候啊他对我好啊，我不感觉啊，我天天骂他呀，他现在走了，说台长我可想他了，我难过呀，我天天生不如死啊，你们帮我看看他在哪里吧。我跟他讲了，他现在在哪里哪里？我说老妈妈，你要知道，拥有的时候要惜福啊，没有的，一旦没有了就失去了，就缘分没了。所以在的时候要好好的惜福。今天大家都在这里跟台长有这个佛缘，跟大家都相互之间有一个情缘。今天你们在一起都是善良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惜福啊？你们今天的家里，你们的孩子，你们都要惜福。因为惜福者智者，你就会有智慧，越来越珍惜福分的人越来越会有智慧，越来越有智慧的人菩萨常伴在身边。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不要生气，越来越不要烦恼，越来越慈悲人家，你就会越来越有福气。那个跟大家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我们呢，总之呢，要懂得要开心啊，要法喜啊，法喜。那个台长昨天跟大家讲的，很多的孩子跟爸爸妈妈关系啊，都特别不是讨债主的问题，因为很多妈妈孩子生出来，我叫我看的儿子从小最宝贝，到我大起来，这个儿子害他害得最厉害，我给他一看。很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的前世啊，他的儿子跟他妈妈是夫妻的，这是最多的。还有很多的夫妻今世就变成婆媳，所以婆婆跟媳妇永远会关系搞不好，你们都不知道。所以夫妻吵架这就轮回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很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地方非常简单，因为婆婆自己的老公生出来的儿子不是她老公吗？她老公大起来了，去娶人家来了。你说她妈妈会很开心吗？觉得她抢了她的老公一样难过。所以这个婆婆跟媳妇关系怎么搞得好？你们要知道，这就是缘分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有时候我们感觉啊，感觉很重要。当一个人感觉不好的时候，感觉我跟他关系很不好的话，千万马上要念姐姐咒啊！觉得这个老板对你不好了，赶快念姐姐咒。觉得你最近要不顺利了，你赶紧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实际上这些咒语都非常非常好，都是菩萨的。